现在在景德镇，然后今天下午可能稍微的去逛一下，明天的时候再去逛一下。这边是给大家简单的拍一个 room tour， 这边是一个榻榻米，然后感觉还挺不错的。这里还有这个茶，浮梁红茶，欢迎大家来浮梁喝茶。对啊，它就是这边卡住了，然后我要拨一下，这样子就好了。那我帮你再拿一个。你帮我拿吧。现在是早上的6:30。6:51。6:51，我们要去吃一家小毛老面汤包。哇，今天外面下雪了，是雪吧？是雪吗？你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，我张嘴。